段时间一直传出马伊琍怀上二胎的消息，但是对于此事，马伊琍和文章夫妇俩呢一直都非常的保密。不过千防万防，还是被好朋友陈龙给说出去了。不知道文章和马伊琍会不会怪罪这位大嘴巴的朋友呢？您跟那个灵芝在一块儿，然后爆料了马伊琍怀孕的事儿，他们知道之后有没有就怪罪你啊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因为是一种很真心的、很衷心的祝福嘛。因为我跟伊琍也差不多20年的朋友了，然后。每次有这样的喜讯、这样好消息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分享，对啊，不管在任何场合，我还是很衷心的祝福他们。当天，陈龙参加由他主演的新电影《远古大帝·大顺传奇》的开机发布会，被问到好友马伊琍怀孕的事儿，陈龙再次大方给予回应。其实，马伊琍和文章都是独生子女，生二胎是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的，倒也没什么藏着掖着。而此前，明星之间常拿娃娃亲开玩笑，既然和马伊琍有着快20年的交情，陈龙是否也有这打算给儿子牵个线呢？因为跟马伊琍关系那么好，然后她现在又怀了第二胎，有没有跟她说订个娃娃亲啊什么，像刘烨他们一样？这个事情有待商量。订个娃娃亲啊，我还想再生个女儿呢。今年年初，陈龙的妻子张灵芝为他生下一个儿子，如今儿子只有9个月大，在北京拍戏的陈龙是时常把儿子挂在嘴边。